時間觀念嘅嘢啦，係啊，要正常靠備忘。嗰一晚咧，就其實反而咧係佢問我攞電話 number， 我又覺得應該要分開佢。係咯，佢呢樣嚴格係會影響到你，影響到我㗎嘛。係啊，呢度嘅意見不代表全部香港男士。啊，我知道。Hello， 大家好，我係 May。今日我邀請咗三位朋友，佢哋嘅共通點就係太太係日本人。好嘢，好嘢。好似香港好多男士覺得日本女仔係好，究竟真係好唔好呢？定係有冇大家想象咁好呢？今日問下佢哋啦。Yoshi 就自我介紹，我哋介紹嘛。係啊 ，Hello， 我叫 Ryan 啊。係啊。耶。Hello， 我係 Ken。係耶。Hello， 我叫阿 Jan。耶。Hello， 我係阿 May。この動画は香港大塚製薬ウルオスの提供でお送りいたします。好，じゃあ皆さん聞いています。我想問大家，你哋結咗婚幾耐呢？我呢就2020年11月22日，即係依依呼呼。我唔睇通勝嘅，所以揀日本人嗰、那個即係好夫婦日啦。日本係爭到崩頭咁樣噶嘛？做做好多人，可以啊！即係每一年嘅11月22日，係啊，因為酒係純粹係講出嚟好熱啊。係啊，我就2018年嘅8月28日係咩日嚟？就係、是、因為你佢中意白。係啊，冇冇通勝，冇通勝，冇賺，但冇8月88日，可惜咯。希望將來有。你應該話等到我2088年8月8日先娶你咁樣。咁我係2017年6月13日結婚。其實我哋個 anniversary 都就係到6月13日嘛。6月13日。哦。我6月14日生日喎。哇，係咩？一齊啊！一齊啊！咁大家點樣認識太太呢？可能呢個好多觀眾想知道。如果可以講到嘅話，我就係喺大阪旅行嗰陣時識咯，咁但係有啲尷尬嘅，係旅行嘅，咁但係嗰陣時係去嗰個地方旅行，我都要揾當地嘅朋友一齊玩嘅，咁咁啱嗰個朋友咧就係我之前嘅女朋友，咁佢就搞咗啲大學畢業生嗰啲 event 嘅，日本人係日本人嘅，但係佢有哦，你前女友都係日本人，係啊，咁喺澳洲識嘅。哦，跟住成未了嗰啲，唔係完成未了，只係朋友嚟嘅，完成未了嘅朋友，係啊，就識到依家嘅太太。我係應該10年前到，咁其實我有時出去飲下嘢咁樣樣啦。嗰陣時我都有一個日本男仔 friend 嘅，嗰陣時我又 single 咁樣樣，佢又 single， 咁佢又好高大，又即係。所以你就吸咗咗，唔係呢個男仔嚟嘅，男仔嚟嘅。如果你講到話佢又你又 single， 佢又 single， 贊咗佢先。之後我又咁啱喺即係美國有啲 friend visit 香港，咁我哋就一齊出去咁樣，可能飲杯嘢啊。但係佢哋去蘭桂坊咪有個叫 Ten Shot Bar 嘅地方，即係有冇印象？飲到10個 shot 咧，唔知幾多時間入面你就可以喺個板度寫個名，係 leaderboard。咁跟住之後突然間隔離咧側邊有一堆人咁樣喺度好似。cheer 我哋咁樣樣，加油加油咯咁樣，即係可能有啲之後無端端我個 friend， 即係我日本朋友 friend 就識得嗰個 group 嘅，原來都係日本人嚟嘅，原來嗰班咁啱喺隔離，咁我哋咪嗰一日就開始大家一齊 social 啊咁樣，咁其實嗰時我個太太就係其中一個人嚟嘅，但其實佢嗰啲嘢就唔係真係 ten shot 嘅，佢係溝咗啲果汁咁樣，係啦，唔係真係好難飲，我可以好肯定，仲喺邊度嘅時間嘢，仲喺咩執咗啊嘛，執咗，不過都要多謝間嘢，因為係又因為有間嘢喺度。先識到我太太，係喎係喎。嗰一晚咧，就其實反而咧係佢問我攞電話 number 先，係啦，即係點樣聯絡翻你咧？如果即係唔係喎，佢啲唔係老司機，點樣認識阿 May？ 咁咧就係有一段時間咧，好有興趣學日文嘅，咁我就先開始自學日文啦，跟住又翻一啲嗰啲叫第一日本語啊，跟住咧。就開始會去到想參加啲活動去做語言交流，咁嗰陣時好興 meet up 嘅港日交流活動，係其中一個活動咧就識到阿 May 啦，咁嗰個活動係我認為都係一個日本語言交流活動嚟嘅啫，你認為？但係唔係雙體活動 ，speed dating， 係啊，嗰陣時就我做廣告 sales 啦，我嘅客人嚟嘅。
咁嗰陣時我有好多日本嘅客人啦，客人開咩活動就我都參加嘅，被逼參加，即係淨係嗰次之後咧，其實隔咗好耐時間先再約到下一次，都超過半年，大半年，佢都係忙到約唔到。有冇諗過其實佢係想揾藉口唔想見你？如果佢藉口唔想見咧，佢又唔會咁認真又講曬。因為我老婆係喎，我發覺咧兩位咧都好犀利喎，因為同。第三種語言啦，係咯，即係馬人嘅日文能力就唔使講啦，講同聽都係咯，講同聽都阿 Jason 就聽完全冇問題啦，係啦。但我好似呢度就我係最係咯，點解你咁樣樣嘅？即係我係同佢一齊咗之後，反而係差咗，唔係差咗，係我擺低咗，擺低咗日文。拍拖嘅時候同結咗婚之後比較，對太太嘅印象有冇改變咩？拍拖的時候，就很自由，係乜都得咁樣。係，結咗婚之後咧，我發覺日本人對家庭嗰個觀念特別重喎。嚇，即係譬如日本人啦，佢身邊啲結咗婚嘅朋友啦，其實都係做家庭主婦。咁香港嘅朋友就當然係好多都係雙職啦，即係老公老婆都一齊做嘢，然之後。就算有小朋友都好，可能是自己的爸爸媽媽幫手湊或者有工人幫手湊，但日本是冇呢個家庭傭工制度，但結咗婚之後，我老婆都覺得，結咗婚係咪可以唔使做嘢咧咁樣？但香港好似好大壓力噶嘛，如果係因為周圍啲人都係咁樣，都係咁樣，係啊。同埋佢話你點解你要請個即係？菲傭嚟去湊小朋友呢個唔得嘅喎，個小朋友係自己噶嘛，我點解你要揾一個菲傭嚟睇？咁我老婆就唔係咁諗嘅，成個即係我佢啲朋友我見到好多其實，同埋日本人太太如果屋企有個菲傭，佢反而覺得好唔舒服。係啊係，呢個去到結癖嗰啲啦，係覺得壓力咯。我諗可能你就係講同老公嘅嗰家人一齊住，都可能已經都係噶，都有，都係已經有壓力噶啦。啲底衫褲一齊洗啊，佢哋日本人係黐黐嘅發癲，唔可以啊。想問大家咧，我之前同以前嘅公司都係喺香港嘅，同大家一齊旅行，公司旅行咁樣啦嘅時候咧，其實除咗我之外，大家都係香港人。咁香港人同事同男同事其實一齊洗衫喎，男女女女咁樣同用一個洗衣機，同一個洗衣機洗，定係分開幾次洗咧？唔係，衫撈埋，撈埋洗，係啦，好開心咁樣撈埋，係啦，好開心啊，撈埋咯，びっくりした。洗衫褲都係，蘇，一撈一撈咯，係啊，洗衫褲撈埋，呢個我好，我覺得應該要分開嘅，係咯係咯係。我覺得我自己覺得咧，其實結婚同佢結婚前、結婚後嘅印象差唔多嘅，即係我有個五歲嘅仔仔啦，反而即係個小朋友有小朋友之後咧，就會好唔同咯成件事。我覺得日本文化即係啲媽媽佢都中意即係整齊啊、乾淨啊，中意要有禮貌啊嗰啲咁嘅嘢，即係我哋都會好認同。咁呢個就係我拍拖嗰陣時候就未必睇到嘅嘢，其實原來佢對教育個小朋友嗰方面都係幾嚴謹嘅喺呢方面，係啦係啦，譬如啲個人衞生啊，嗰啲咁樣樣，係啦。不過其實我哋因為都我哋未結婚之前都一齊住嘅，其實係啦，我哋就冇一齊住，係啦係啊係啦，所以我嘅情況就係即係拍拖同結婚後係。差好遠，都好唔同嘅。嚟啦，嚟啦，爆料啦，開始。我使唔使出去？拍拖即係好有責任感。唔係，但係初頭你拍拖咧，你唔會覺得佢呢樣嚴格係會影響到你，影響到我噶嘛？係啊。咁然後咧，到一齊住咧，先至發覺哇，嗰個大禍啦！同另一個外國女仔一齊住嘅時候咧，就要一個時間去適應。嗰啲食嘅，最辛覺得辛苦嘅地方係冇辛苦，邊有辛苦啊？每一刻都幸福快樂嘅，幸福快樂嘅。即係我諗就第一樣嘢就係潔淨感啦，咁仲有就係時間觀念嘅嘢啦，係啊，要安排安排一定要準時。咁但係香港人好多時就十五分鐘後係早到啊嘛，即係啦。咁令到我對佢印象就係好嚴格，係啦。
哎，我咁樣出門口咪得咯，同你有咩關係咧？即如果我同佢一起出去，我覺得可能我影衰佢，未有影衰嘅，又未到影衰嗰個就之前咧，因為佢一起身，跟住朋友嗰陣時著 T 恤。穿著住嗰件 T 恤就咁翻工喎，其實我都 OK 嘅，其實佢都會，你會我都會，唔係你都會啊，唔係我都問，即係睇下 OK 唔 OK， 即係問一問先，跟住哦 OK 喎，乜佢做咩？我嗰件都冇味，冇味嘅係咯，冇味咪得咯。呢度嘅意見不代表全部香港男士都係，我知，代表咗九成啫。唔知點解咧，好多香港人對日本女仔嘅印象。比較好，結咗婚之後有冇同日本人結咗婚覺得震驚嘅事？日本人係唔使俾家用的。哦，係咯，係咯。即係冇家用呢個概念。哦，有時咧，通常日本人結咗婚之後離開老家啦，同太太一齊兩個一齊開始住啦。但係有啲人就繼續住喺自己屋企嘅，咁就當當俾租。係啦。哦。咁就一個月。俾幾萬英咁樣咯。我太太同埋佢個細佬咧，長大嗰陣時啦，就一齊瞓嘅，同爹哋媽咪一路都一齊瞓。咁第二咧，原來咧，日本人爹哋媽咪會有同小朋友一齊沖涼嘅習慣嘅嘛。嗯，有一齊沖涼。哦，女仔同爹哋喎。有。係啦，一路中意一齊沖，一齊沖，沖到十幾歲咁樣都有。十幾歲都有。好似有啲人好誇張。有單嘢咩廿幾歲仲同我老豆沖涼，即係佢哋個文化係瞓覺咧，應該全部一間房一齊瞓。係啊。同埋咧，沖涼咧應該係爹哋媽咪同小朋友一齊沖，呢個係一個好 bonding 嘅一個。咁我就係啦，我講即係如果講 cultural shock 係分得好細緻，廚房嘅 area 同廁所 area 就唔可以撈亂啦。我試過就去到外父外母屋企，就入咗廁所去完啦，即周圍踩啊，總之你就爸爸媽媽覺得好啊，堅哥好唔好笑咯咁樣。係啦，好唔好笑咯？你面就啊好流暢，好得意喎，你心諗頂。有冇試過因為文化差異或者價值觀激嬲太太㗎？有啊，我覺得係文化差異最大嘅係啱啱就講個生活習慣啦。咁舉個例就出門有冇做好平時嘅即係自己嘅皮膚護理啊，或者 set 頭啊等等啦。出到去有機會流汗啊，咁啊可能會其實冇帶紙巾啊，咁又可能引起一啲少少嘅。小喊叫，激嬲咗佢咁樣。上星期都係一齊去食早餐嗰陣時，佢時時都問我有冇紙巾啊，有冇紙巾啊。為咗香港男仔帶紙巾。係啦。你好唔香港男？唔係，我要解釋一下。平時咧，我帶背囊嘅時候咧，趕出街會嘅。但係我哋喺屋企附近食嘢咧，好近嘅，就咁落街咧，我就咩都冇乜帶，淨係帶咗。攞咩準？係啦，所以咧，唔係即係我諗佢哋嘅潔淨感係要求到係要有埋濕紙巾、紙巾、濕紙巾，係啦，消毒紙巾、廚房紙、廚房紙做咩咧？咁啊，你濕紙巾好多時係食飯之前用啊，我撕玻璃啊，係啦，但係你出汗用嘅紙巾又唔同噶嘛，出汗用嘅濕紙巾。日本女仔就係中意清潔之感ある男性㗎啦。即係識得 take care 個人護理嘅男士潔淨感咯。如果冇潔淨感嘅話咧，就算幾靚仔都冇用噶啦。就好似你咁咯，冇用，冇用，得個靚仔但係冇用。係啦，所以同埋咧，我覺得識 take care 自己先識 take care。另一半噶嘛，其實唔單止日本女仔，其實一般嘅女仔都中意有潔淨感嘅男士。潔淨感，我想插一句咧，佢哋好似睇過一個日本節目咧，話講日本女仔即係想個老公點樣樣護理自己啊，咁先至可以見得人啊，出得街咁樣。佢其中一樣係要唔可以見到有鼻。哦，係。我都識咗。剪爛，我要剪噶。佢爸爸都係。我又冇試過，我冇試過，你可能冇鼻毛。唔係，偷咬我都係正常有鼻毛，但係咧，我就平時咧係自己用手處理咯。處理，唔係咯。そうだ、そしてこうやってやってるじゃん。咁樣樣，喂，咁樣樣，原來你打靜啲先。所以咧，其實意用係好重要，好似今日嘅嘉賓咁樣，點樣可以管理個人護理呢？就係潤すら。じゃあ皆さんちょっと
開けてみてください。あ、幾香。啊，呢個 body sheet face and body sheet 啦，除汗臭啦，同埋有保濕嘅成分 AMP。試下先，試下保下濕先。哇！一開已經好香，係啊，好香，有陣香味嘅咯，已經。我真係咁，呢個就哇，喂，唔係我真係堅香喎，你聞下。喂，即係搽咗上去嗰個香味咧，真係。哎呦，好香！唔使攬埋你都聞到。哇，好香喎！以後唔使沖涼啦。係，呢個叫做 skin lotion。洗完之後咧，如果唔擦嘢就有時乾乾得滯。保濕。保濕，保濕。香，即係唔係話好香，即係好清香，清香嚟嘅。嗯。好手濕。哇哇哇！係啦，真係水嚟嘅。係啊，男士嗰啲用過咧，佢有啲咧係 cream 嗰啲咧，佢會係搭住喺塊面度。可能我啲皮膚係比較油性。哦。但係呢一個反而好似，即係搽咗上去，佢就好快好似索咗入去咁。哦。係啦，幾好。阿 Ken 嗰個就 face wash。嗯。咁呢個特色就係係啦，洗面、剃鬚、剃鬚、剃鬚一物兩用。哦。即係剃鬚嗰啲，泡泡出咗出咗，用咗一個月咧，係啊，都你感覺幾唔錯嘅，即係佢好似咧，聽得出啦，係咯，好爽啊呢個，哦，好涼啊，會唔會太刺激啊涼？係涼係舒服嘅涼，因為有啲係真係咧係好涼，直情係涼到即係 ice cold 係冷嘅感覺，但係佢就冇嘅啲好豐盈嘅泡泡。咁同埋啱啱覺得用緊嘅時候咧，即係搽上洗面咧，係幫緊嗰啲皮膚好似做緊 spa 咁樣。哦，即係覺得好滋潤啦，同埋搽上去都幾舒服嘅。哦，哦有冇落雞？係啊，敷一敷一陣。好食又好食又好玩。呢個產品咧叫做 Urios 啦，咁佢哋嘅品牌理念就係 Beyond Skin Care Boost Skin Care 健膚品，唔係普通即係唔係護理品咁簡單。因為佢 Otsuka 製藥係日本嘅製藥公司嚟嘅，佢哋有好多研究同埋有技術咧，非常專門嘅產品。另外，大家知唔知咧？日本有易容研修咁樣嘅部門，唔係有時 HR 教，有時 HR 邀請嗰啲專門教易容嘅人，嘥咁多時間教啲男女都有，係啊，男女都有。香港就冇喎，我話你快啲幫我賺錢啦，做嘢啦，我好犀利，好誇張喎都。因為好注重易容咯，翻工時間可能日本勁多人一齊搭 JR， 係啦，同人同人之間嘅距離好近，近到不得了。嗰陣時係啊，好多人介意在意啊，如果自己嘅味道俾人聞到點算啊？好敏感喎。香港又冇呢樣嘢，有啲味道係你唔識氣咁近都聞到。係啊，之前咧搭巴士嗰陣時，你有位坐，我想坐嘅，但係咧去到有位係啦附近啦，啊有位又可以坐喎，跟住。聞到一啲唔對路，係聞到啲好奇怪嘅味道，跟住就唔錯啦，翻嚟啦。對，所以我咪話日本對於易容驗收同埋即係潔淨感個人護理非常有要求。係，大家如果係真係想同日本女仔更加親近，真係要係啦，注重潔淨，用類似呢啲係呢個產品。呢個 skin wash 日本嘅網民評價超好。好多人咧用咗呢個之後冇咗點講咧，體臭汗臭，體臭咯，汗味，好臭味。另一個好嘅地方就係佢覺得我沖完涼香香咗好多。真係，係。想黐住㗎。特別是咩都係點？係啦。我要跟住我覺得你最近成日黐住我啦，黐得咁實啦。有冇其他女仔黐埋啊？喂，咁又即刻打開啦。有冇 shower 咧？係咯，再行出街，行出街，三個一齊沖我哋。係啊。sunblock 平時大家用唔用咧 ？SPF 50加 PA 加加加，都係有保濕成分 AMP 同埋透明質酸，擦面擦身體都得。即係係啦，唔 creamy， 我中意嘅，即係同埋都係唔係好搭落塊面嗰啲咧，有啲係啊，冇話有一笪白色咁咯。接翻西貢嘅，我有時收到 DM 香港人男人。問我其實阿咩呀點樣可以認識日本女仔啊？咁
皆さん有咩アドバイス何かありますか？識日本女仔、首先我覺得學日文最快啦，因為很多日本女，除非你找一些、大學是專門讀外國語的、你其實很難遇到這些人，多數的日本人都只懂得說日文，那你就最好學日文，有很多門語，學日文，是的。我覺得就、幽默感，幽默感，同埋平時有啲小驚喜咯，係啦，即係嗰啲驚喜可能係係啦，即係有時係除咗笑話以外，咁可能係講講下笑就懟粒鑽石出嚟，犀利！出其不意嗰種驚喜，嗰種 surprise 咧，日本女仔都幾中意，因為係日本男仔係唔做嘅。日本男仔嗰方面唔叻咯。我覺得其實即係如果真係想識日本女仔，我覺得好像其實你之前都分享過啦，你是經過好像 language exchange， 其實呢些地方是挺好的。確實，即係你有一個原因，你不係淨係想去認識一個女仔 ，language exchange 又好，或者有些嘢交流會啊咩都好，你在那度其實有些女仔都想學中文又好，英文或者廣東話咧，咁呢個就是一個好好的直橋梁去直口啦。或者好像阿 Ryan 咁，你而家識到老婆，因為你之前你去見，即係同個 ex， 即係係咯，即係大家經過佢嘅一個 group， 再認識其他女仔咁樣。いいですね。皆さん来ましたか？はい。咁多謝今日三位連載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犀利喎！大家 anniversary 記得結婚啦 ！anniversary 就即係基本嘢嚟嘅。但不過佢最近咧，阿 Ken 咧，我五月七號生日啊嘛，咁佢五月七號冇一句我咩啲拖都冇，跟住我哋五月八號有冇錄？有冇錄？因為我係去咗旅行，冇關係。冇關係。我執佢哋機，嗰度可能話有時差。咁台灣都講得出，台灣差，台灣。